的是为了生活和改变生活才去韩国当歌手。现在在公司，对，完了这一条路就是我经常走的。那时候我是19岁，我就给3年的时间。一边哭一边循环，姐姐，我什么时候能出道？已经没劲儿了。虽然没精神样，但是加油哦！啊，저는한경이만좋아요뭐싶은거슈퍼주니어친구들한테미안한데뭐가장착했던것같고요아마지금한국에연습하고있는연습생들에비해서그런데연예인하면서너무많이힘들었던건일단은어떤돈因为他很想上台跳呀唱歌呀但是当是没这么给他多的机会的술먹고팍풀고술먹고풀고그렇게해서버틴것같아그리고는또다음날운동하러오고술냄새나는데도운동열심히하고公司宿舍练功房每天都是这样就跟机器一样我很怕就未知那时候我就有点神经衰弱了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以前我在韩国学到的东西会成就我今天现在去做的一个事情完全自己控制自己命运。